啊，不用揉啊，哇，会议技术真好啊，会议技术真好的，到时候一点都不痛。右边的，哇，老花眼了，哇，你像这样字都看不清楚一样。国籍，国籍是哪里的？哎，我那个健保卡，对，来，现场来，我是第一个打，对，现在是下午第一个。那你今天头发没吹一下，要上新闻呢。我一下头发都很整齐啊，再揉一下。气还大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刚才先打，是因为又关到你后面那个啦，那个。第七打的就我跟金月两个，都是男性会比较没有什么，男生反应比较少。请问一下，最近这两周内有没有感冒、发烧，或者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有吃啊，吃那个性，对。哦 ，OK， 好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有没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病史，包括这些，对一些抗凝血疾病啊？没有。在用的药物。就吃那个那个性。因为毕竟是帮商品的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备。好啊，对。就开个六颗。今天四十个人拿，这医院同仁都目前38啊。对。今天是第几季？我也是。然后这边我接种卡，那我们是这个是第一届施打时间，那下次帮你约6月10日，可是我们之后在电话通知第二次施打时间。然后这个是等一下打完就是半小时有个那个观察卡，这个要在外面休息半小时才能离开。那等下外面要扫 QR code， 是就是做那个疾管家的回报。QR code 在哪里？在门口，等一下那个专门在给你扫。对，然后我们打那个左手的手臂。QR code 主要就是会那个疫情的，因为每天要监控你的设备。然后你每天都要回报他，他会自己跳出来，每天会跳出来，他会跳出第一天、第二天，就是在大概输几个人发烧的症状，跳出来我就输进去就好了，好，这个蛮好的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对，第一批打的会过第二批，是啊，对，那个是打完发烧两个月，对，因为两个月，一个月一个 CDC。有没有新的疫苗？早日器材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。他还是看打的状况，因为目前30万就才打了2万多剂。你有挂号吗？有。对，的底界是都挂了。蛮困难的哦，现在，因为最主要是台湾没有疫情，对，不利大家做，而且对于那个部队的报道都大家都很。但是呢，看起来还是正常的比例，都多少？他那个，收等一下，好，这边是做一下，然后到这一间，隔壁这一间，这个是。